过年期间第一个上班日，光复乡公所特别举办113年祥龙贺岁迎新春团拜，地方各机关首长、各级民意代表以及村长、部落头目等全员到齐，互助恭喜，也齐心为光复打拼努力。恭喜恭喜！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龙年行大运！龙年行大运！大家举杯互道恭喜，光复乡公所113年。祥龙贺岁迎新春团拜，乡长林清水先伉俪与乡代会主席廖义军分送开运金币、刮刮乐，为初六开工增添好运，现场一片喜气洋洋。过年假期结束后第一个上班日，光复乡公所依循往例在3楼大会议室办理新春团拜，不论是地方各机关首长、各级民意代表、部落头目干部或者地方社团协会代表等等，几乎是全员到齐，互助恭喜，也祈勉各界齐心努力为光复乡服务，为地方环境事业来打拼，来迈向更好的方向来奋斗。恭请大运，希望我们光复乡能够发大财，要有健康，所以说健康有活力，每个孩子读书好，每个孩子健康一棒棒，健康超级棒。也祝福各位所有在座的贵宾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龙平安。今天是6月初6啊，也祝大家事事龙年行大运啊，事事顺心如意。祝福各位新的一年新年快乐，祝福大家身体健康、平安顺心。龙年新春，光复乡长林清水除了感谢地方各界对乡镇业务的支持与配合，今年乡公所包括太巴朗部落之星、大兴自来水沿管、2条特色道路、首办联合儿童节庆等等各项建设活动的推动，乡长林清水也将带领公所团队逐一执行完成。您的种种这些期望，我们全乡的村长代表、民意代表、我们中央委员、议员，大大小小上下一条心，一起来努力，让光复乡的建设一年比一年会变更好。光复乡各界团结一心，齐聚一堂来新春团拜，开春讨个好彩头，在新的一年大家共同合作建设光复乡。记者石玉兰，光复采访报道。